这个花是绿色的，嗯，绿色的，它比尖呢，尖上面有一点点这个红，这个是赭石，先要调出这个绿色，调这个绿色呢是花心，用一只大白云，大白云蘸水。调藤黄，调颜色以后是先调浅的，然后再加深的。调山绿，是粉色。然后根据这个绿的你的感觉，加一点点花青。这个就是粉绿色，这个黄颜色还不够，加一点点。笔尖调一点点赭石，笔尖一点点，然后这个笔呢不是中锋用笔，侧锋用笔，倒下来，侧锋，按下去提起来，一，下面是尖的，二。三、四、五，这就是一个兰草花，兰草的花。然后这是茎，兰草从它有一个腔，就这个。茎里面伸出来的时候，它是一朵花，一个花苞，它还没有开，就是这样的，没有开就是一笔花苞，然后开一点点。还没有完全开，开一点点。调绿色，笔尖调一点点赭石，好，然后我们现在再开一点点，一二三四五，啊，这是五笔，再开。这里画不写，我们只在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这就完全打开了。这就是花一，第一步、第二步、第三步、第四步，就是完全开的花。这是从花苞开始，按照这个顺序。我们画画画的时候，还要有不同的方向。这是从花是。向上开，还有花向下开，你就笔尖向下，笔尖向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笔尖向下，这是它的茎。向左，啊，向右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这个如果有个茎，这样连上也可以的。这个就是画的画法。然后这个画好以后呢，这个中间用这个将干未干的时候用胭脂，我们现在用墨点一下，点它的花蕊。点在这个中心，一二三，
点在中心，这是也是一二三，这个点呢像写字一样的，一二三，像洗草书，洗在这里，那一二三，而且要在将干未干的时候来点一二三，不能够干了以后点。我们现在首先画，先找到它的根的位置，一笔长，二笔短。三笔破风眼，两个不能平行，不能一样长。然后我们画第二组，在下面。一笔长，离开一点。二笔短，三笔破风眼，破进去，但是不能跟它交叉在一起。第三组，在这儿，一一。二三，一，画出去了。二不能交在这个点上，哇，差一点画上去了。三。短的，空隙补一点，补一点，补一点短的，然后这就是叶子，基本上就画完了。我先画一个啊，从这里开始，从这里开始，看一下，从这里开始画，一二三四五，五组花，五组花，一二三四五，它是不同的方向，就是向右下右。下、左下、右上，这个是不同的方向。我们先画一个右下，这是半开的花。镜头要拉。不要，原来稿子画在这个叶上面啊，离开一点，往前，一。二三就可以了，这个还没有开，还没有完全开。好，我们画第二朵画，笔条绿色，笔尖条折十，画一次，笔尖条一次折十啊，不要连续画，连续画这尖上一点点折十颜色啊，这个。每个尖上都有一点点。第二个不能跟它两个
是一个方向稍许变化一点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啊，第三个是向这个右下方，这个笔呢要这样往上，笔尖向下，这有点反手，不是很好画。你也可以把纸摸一下。在这画的后面，第四个往下，往下这个笔尖先向下，笔杆向上，一、二、三。是在这个叶子的后面啊，把让留出来，这个地方不要只上面画，先提起来再画一下。我们画近啊，从这一、二，不要画到画上面，给它留空。三。两个花从两边穿过，然后把它连起来。连起来。下笔调胭脂啊，勾它的花蕊，点一笔，三笔，开三笔。再干了一点，笔尖调整时。一个往上，往左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笔尖调折十，把第二个往左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把它连起来，画进，画在这个叶的中间。不要画到边上去了啊！刚才那一个朋友画到边上去了，啊，这里连上，胭脂啊，调胭脂，一、二、三，一。二
三。这是第一个，这第二个它是 顺着二，就是三，那就是镜子一样连起来的，四五。好，下面一个这是往左上方，一二三四，这是有点干，缓慢一点。五，这个是往下，这个五笔全部都开了，这个画已经完全开开了，这个可以是一开的，二三四五，好，一二三四，把第四个和它有一点重叠在一起，一二三四。五，这是好了，画第五个，这是往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五，下面画它的镜啊，从这中间穿过去，但是不要画到这个画上面，这里画前后都留空，转留空。还是画到这里来啊，不要画到下面去了。这个是有这个掉下来的，还有这个画梯。画到这个叶这个地方，这个留空。点花蕊啊，调胭脂点花蕊，这个半开的就点两笔就可以了，这是三笔。它有一个像写字一样写行书水一样的四点水，它有个连，有个连笔，这样连笔，连笔。准时加淡墨，准时加淡墨，调得像水一样的，比较干，刮得没有水出来，然后这样点，点得出来有这种干干枯枯的，不要把它全部点掉了，给它保留，保留这样干干枯枯的。这样干干枯枯的，不要把它全部点成全部是水一样的点，不要，稍稍干一点。